今天呢，这个更加火和何日火两个公司都有不同的用人理念。我是希望人多好办事儿。我是这样的，我有钱都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加班就没关系，啊、好不好？了解了吗？了解了。这边的朋友，好不好？他不一样，他可能就是半个的留给自己。那不是精英的钱是最多的，知道吧？一两个，我就选两个人，一个人五万，多好！哇！他要自己单干的话，他钱确实是最多的。对，十万，一人给五万。啥听得我云里雾里的？什么五万有十万？我听不懂了都。你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跟随自己的内心。想回家。真的吗？他真的只要两个人吗？听他的，他话你也信？他说啥你就信？真是的，谁给的钱多去哪儿？那你不知道，那你只能去了之后才能知道。听不懂，不是直接在这儿就叫吗？他们不是先到他们公司入职，先聊嘛？啥意思？都听不懂。你不用懂，你俩站就行，你美好看就行。门神，你负责好看。我怎么感觉你不想让他被选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希望就是我最后都没选我，这期我就回家了？你好看就行，你好看就行。因为他学生很坏哎，我看着了。怎么坏了？加啊！我们离收购这家公司就差这需要了。好，加油！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什么类啊？动物类，两个字。出去，动物类三个字。猴子，傻狍子，猴子，出去，动物类三个字。哇，这太难了。动物类三个字。松鼠，啄木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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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啄木鸟。出去，出去，动物类三个字。这动物好弄，我感觉。蛇，蛇，眼镜蛇，眼镜蛇，漂亮，哇，这眼睛也太好了吧！他们这个很好弄，感觉。动作类三个字。早安喵，午安喵，晚。动作类。睡醒了。惊醒。噩梦。三个字。做噩梦。漂亮。何老板是哪一边的？漂亮。动作类三个字。喝饮料，喝咖啡，喝咖啡，喝咖啡。动作类四个字。啊，啥呀？耍帅，四个字。帅对了，帅对了。东张西望，帅气逼人。第一个字，他也第一个字。看。第二个字。看见帅哥。啊，看什么？看到帅哥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对，好，来，自然现象类两个字。啪啪，这是爆炸，爆炸。啪，打雷，打雷，闪电。正确，正确，正确，正确。他们挺快的。快，抓紧时间，三个字，文艺类。手。下肚皮舞，新疆舞，正确，还是文艺类三个字。拉丁舞，对，哇，好厉害，可以了，各位可以过来，然后请坐。哎，这有玄机。捡垃圾，哎，给我留点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。这是什么？这一看就是他们故意安排的垃圾在地上。就是看谁更勤劳。就是看谁有眼力劲儿。老板，我在这儿，老板。这展现自己呢？这是。对对对。哎，这谁敢坐这儿啊？只有你敢坐这儿。什么是真正的王者？你得自信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我看到那个椅子，我就觉得长得就跟孟子义的那个，非常跟他的气质。你凭什么做那个呀，大勋？
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个更配我气质的毯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本来就要梳给你同款发型。真的吗？对，幸好没做。但是呢，然后我那个造型师理解错了我的意思，他以为我要全梳上，但我没有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俩不一还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我本来是要披下来的。你是在下面，哎，直男。哎，我这是上面直男。孟子怡刚刚说我们差点跟我做一模一样的头发，后来他转完身理解也错了，给他头发都弄上去了，完了，现在来不及放下来了。你刚刚说咱差点也做马尾了，我说我差点全搂起来了，你差点全放下来。哇，好漂亮！杀马特？什么 ？Y2K？ 这叫杀马特 ？Y2K？ 你的呢？你这个好像星辰大海，这个放何老师也星辰大海。我们都是央视。我这就随意范。范儿特别正，我也是，我这也是。你们星辰大海。不是绿的吗？嗯，谁是绿的？所有人都是绿的呀。你看哪个人不是绿的？你怎么没穿绿的呀？没有人跟我说呀。啊？没有人跟你说。所有人都是绿的。对呀、啊，都是绿的呀。你怎么没有绿色？我俩穿绿色衣服。你怎么又搞特殊？不知道。你又搞特殊。世界压力嘛。视觉中心的。他又搞特殊，他又没有绿色。你怎么又艳压了你？人家都绿的，你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怎么回事？你这样让老板非常难做呀。